等，是鼻子上了。最近有个新闻，你们看了吗？什么新闻啊？就是有个女的，被她老公给杀了。我听说那个案发现场啊，离我住的地方特别近，我也被吓死了。怎么了，李一鸣？这太辣了。喝点。我听说，好像是那个女的外面有情人了，然后被她老公发现了。我觉得这个菜啊特别好吃，你多吃菜，少说话啊。哎，这新闻你们没看过吗？那女的死得好惨啊。阿简，阿简，哎，你等等，这文心也不是有意的。你是有意的，我不是为了你，请你不要为了我，以后都不要再为了我。我简，你知道你现在在什么位置吗？我在这里是坚兴公园。旁边有一个卖冰激凌的。行了，你在原地等我，我过去找你。啊，好嘞。哎，关队长。不好意思，迷路了，找你求救。你怎么会走到这儿来啊？我就到处散散步，现在越走越远呢，找不到回去的路了。没关系，我送你回去吧。哎，你要吃冰淇淋吗？好啊。等我一下。来两个。好的好的。两块够啊。好。谢谢啊。来，拿好啊。好，谢谢。拿。谢谢。大的给你。啊，这边。啊，等，是鼻子上了。谢谢。还有怎么？哎呀，真好，吃个冰淇淋，你也可以这么开心，这么满足。因为这个冰淇淋很好吃啊。哦，是因为你够单纯，不简单。不想身边的人，太不容易满足了。如果每个人像你这样，该多好啊。是不是很好吃？确实好吃。